如果这是真爱，我想我会等待时间的存在，形成一种依赖。如果不是真爱，你为何说出来？好希望一切不要过得太快。昨天晚上我想找一个男孩，可是现实把我逼得好无奈，每个男孩都非常非常爱猜。我有个梦，它叫做发财，很多时候会颠倒黑白。他说我不是他的菜，我说我要牵着你的手就不放开。交代，如果这是。